对，就什么样的人会被我拉到这个微信的黑名单呢？就是他给我使劲的发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战术，什么 PK，好吧，什么这个那个的那种，教我怎么玩游戏，拿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挑战我各种职业，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的这种，好吧，那我就直接给他，那就直接给他点这个了啊，就点上这个，这里有个这个消息免打扰，然后给他消息一删，好吧，他永远给我发不了消息，我就眼不见心不净啊。这样就舒服了啊！对，也有不少人了，也有一些挑战我的，说文哥，我要是你指挥我这个团队，那随便1400分随便上，甚至1500分的随便上。好吧，我想了一个招啊，以后的话要是有这种吹牛逼的，可以直接来找我，好吧？我把我的队伍给你上，至于你能打到什么样，好吧？你可以来试一试。昨天有个哥们，好吧，找我上，说你这队伍随便上1500分。我说你上了1450分就可以了。讲道理，1450分是有机会的啊。如果真的上了1450分了，那确实有点厉害了，而且确实是相当很给力的指挥了。结果昨天打了一天，我他妈1400分，打到现在只有1318了。这吹牛逼吹了，真是，你可真牛逼啊！这是，好吧，当然也是有代价的啊，代价也是很大的。至于什么代价，你们自己想去。就如果说再要有这种，好吧，再要有这种，再要有这种人，好吧，你这个直接来，好吧，来，你直接来，你直接来，好吧，我这个帮你弄弄，好吧，我帮你整整，好吧。